15日，根据放送界人员消息，贝克半成员胜利正在恋爱中，正在交往圈外女友。据悉，该女子是一名圈外职场女性，有着不输异人的外貌，长得也非常漂亮，具有职场精英的气质。我们知道胜利本身就非常的可爱，在自己的歌唱道路上真的是非常的努力，而且她的颜值也真的是很高，这样般配的两人可以说也是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喜了。胜利曾经透露，这是在太阳婚礼上遇见的，便互相关注了，感觉自己又失恋了一次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